哎，大剑是我的，可以。这老包女儿。来，大棒子，大棒子和什么？呀，努努，客机枪来了，给我斗死！这个可以用。呀，努努来了，上来就给个努努。吃人了。我们要吃人了，开始，兄弟们，吃人了，上来科技枪了，这不玩弩弩啊？锁着甲。我不要这女神泪儿，不拿白不拿呀，兄弟们呐，这不拿还是个人？简直让人头大！哎呦啊！我先拿个 G 轮儿。你们说我连败服星还是连胜服星？有没有那个安妮儿给一针啊？这么的吧，我们看看第一把到底能不能赢啊？第一把如果赢了，我们就走连胜；第一把要赢不了，咱们就败。哎，也不是说非得连败，是不是？他只是说，你获得战利品法球间隔越久，会越丰厚，并不是说你连败，这个就会给你的丰厚。你可以先上一个福星，然后呢，你胜败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胜败都可以？没说必须得输，是不是？就是连败，没说呀，他也没说必须得连败呀。三福星才开始计算，没有啊？那水友跟我说，一个福星就开始计算了。水友骗你了，
这咋没有安妮儿呢？4块、5块、6块、7、8、9，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可以撇。一会儿先拿个全套的，这把反正咱有福星。哎呀，给我露露，给我扎死了。一打一能打过不？我感觉一打一鲶鱼打包女儿应该能打过。舔他，舔舔包女儿，漂亮，给个安妮儿吧。别拿这个呀，我受不了这刺激呀。赶紧拿个全套子，这家伙这森林这么多呢。算了，没有福星，先保持一手血量吧。上马无尽，关键我想输也输不了啊，你是我也输不动啊，这根本就输不了，没法输，不让我输，能理解不？能不能理解？不让输，没办法，咋办？要银马要露露呢，我想一想啊，一样，其实主要是看看他们家到底是前排多是后排多，要个露露吧，露露搁后边能给加点血，还能有点虚区，银马能加多少？银马才加250，不行，银马肯定是不太行。我们两个选择，一卖塔姆，二卖大树，你们说我卖哪个？卖大树好一点应该。看来我们都得卖了。没有选择，必须都得卖。不让你选择，这波一胜一负了，经济稳固了，赶紧给我上个福星，我受不了啊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啊。
给个拳头吧，石头哥，攻速也行。来来来，整个拳头过来。先拿个皎月啊。你们觉得刀锋上火炮怎么样？无尽正义之手加火炮行不行？大树可以下了，大树下了没东西上啊，上啥呀？那挺蠢的，怎么蠢呢？哪儿就蠢了呢？这轮希望不要赢啊，最好是别赢，但我估计不赢应该不行，他可能打不过我。哎，也不一定啊，他好像能打过我，他大树挺猛的，漂亮啊，让他赢这波，这波让他赢，我们可以输。大树换这个呀、也行吧。这塔姆的大舌头。完了，这边赢了，你也太垃圾了，兄弟，你这阵容啥呀？这是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在干什么？你为啥质量垃圾成这个样子呢，兄弟？太拉了，这也赢了，这可完了，这福星三杠二赢了，挺难受啊。完了，给的狗屎啊！这是什么监狱都关不住，这可完了。哎呀，完了！先攒个七银口啊，打完狼我们开地，暗影狼，这轮五十，这轮加这轮，最后我们能有50块钱，差不多。呀，这一手极品老母驹可以要啊，全套的也可以要，全套攻速这都可以。先拿个驹吧，要不。全套让人选了，我们先拿一头老母驹。老母驹，老母驹，母驹。
三福星也就只能给点 money， 也没啥好给的。算了，老母驹撇了，给你上个火炮先玩一下。这个东西，塞拉斯吧。哎呦我操，这包女儿包女儿一个渣，能不能派个人过去把包女儿杀了？那卡特他干什么？卡特本来这波赢了的，那包女儿一个渣把我扎死了，把我那阿卡丽给我扎死了，就扎了一下，仅仅只用了一下。这都不要了，这都没用了。这小子连胜，我们应该打不过他，我估计。哎，也不一定。我阿卡丽个后边个虚区有点高，啊，不行，狼人把他挠了。呀，狼人是个臭弟弟呀，狼人。这轮你要能赢了，我跟你说，阿卡丽我就养你。你要赢不了，那对不起了，下波把你卖了。谢谢天天开心。阿卡丽神装了呀，启动兄弟们，启动启动啊，开始启动。差一头老母驹，差个安妮儿，咋没有呢？哎呀，火炮无尽蓝 buff， 阿卡丽其实我都不想要，我想给刀锋装备的，咋整的？这么地儿升了吧，我不升现在我这不行，如果我们不把它升了我们赢不了。这咋没东西呢？这一个四费卡也没有啊，刀锋上哪去了？嗯，还有那安妮老母驹怎么一个都没有啊？
先给个六福星玩一下啊。这家伙。没有能用的东西，我天哪！这把四费卡太少了，没有一个四费卡。现在这质量啊，绝对的不行。等打完鸡，我们就变成弟弟了。等打完鸡，我们就弟弟。现在这个质量指定是不行事儿。先升级，赶紧把这老母狙拿了。赶紧把这老母狙拿了，找个安妮儿。Fuck you！简直 fuck you！ 没有福星呢，怎么呀？福星都哪去了？来陪我玩玩，刀锋呢？福星呢？在干嘛呀？这都啊！升八，升个鸡巴毛升！哎呦，我操！这金克斯。我想把这进上去，但是进没有装备，算了，不找他了，撇了卡我钱不合适，还是上这个吧。一个刀锋也没有，哎呀，我真服了。安妮儿也没有，老母狙也没有，这给这烂马七糟的玩了，也不知道都是啥。你看，开始掉血了，不行了，这质量已经开始不行事了。福星七级地不衰玩了，直接就去世。你可算来了，你可不容易呀、啊！我不容易呀、啊！别这样对我呀，兄弟呀！无尽
村哥也行。能砍动不？费点劲，他这瑞文呢，有点猛。有没有老母军？我现在经济其实是崩的，我只能地。我都没办法，就是这十块钱连个屁都递不出来，确实挺难受。哎呦我操，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安妮儿往后点吧，安妮儿穴位往后点，能不能赢一把？这反甲狐狸干什么呀？反甲狐狸呀！啊！我操！反甲狐狸，我佛了，兄弟，我简直是佛佛的了。卡特也行啊，你看这刺穿他们，你给个卡特最起码咱能锁一手，是不是？那没有老母狙啊，头痛。我换站位也没用，别在那指挥了行不行？别指挥了，挥挥指挥，就像自己多狠似的，别指挥了行不行？能不能别指挥了？我听着我脑袋疼，别给我在这指挥了啊！我受不了这刺激。喜欢看就看，不喜欢看就拉倒，别这在这指挥啊，我受不了，别指挥了，我受不了这刺激。哎呀我操了，我刚好想要个饮血剑，我就刚好我想要个饮血剑，哎呀真是佛了。我先赶紧给卡特升上去，哟，漂亮这波！有钱了，有马尼了，兄弟们，赶紧递个老母狙，哎，可以上。好，我们升级啊！呀，这安妮儿鬼叔挺讨厌的，有安妮儿没有？赶紧升上安妮儿。派克先走，不行，我强度不够，我派克上去，我一把赢不了。
我派克下了一把也赢不了，而且我血掉的会特别多，我马上就死，我挺不到石头人了。上六福星，反正都是输攒连麦。六福星跟三福星连麦有啥区别吗？有啥区别吗？反正都攒连麦，我反正都攒连麦，我为什么不掉血掉的少一点呢？我上四个刺客，为什么我不掉血掉的少一点呢？区别大了，我就不上，爱咋咋地。让我卖卡特，卡特10块钱，这轮能不能活我都不知道，我估计一轮18滴血应该干不掉吧。两个这个加龙刀，龙刀也行啊。把这两个小子给他送走，下一波给我来俩斗风。不行，得三个。得来三个刀锋，下一波我还得升级。差两只，哎呀，估计够呛了，我估计应该是死了，打不过了。起飞了，兄弟们，给我来两个逆扣，快快快，快快快快快，给我来俩逆扣。暴风升三，直接起飞，把他们全扎死！他妈一下扎死一个，尼寇！差一只，就一只，给我来一只！来一只，来一只！翻盘了，兄弟们！你不信？你可以不信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三星刀锋一扎一个，给我扎，扎，扎！扎完了，扎不死，别扎安妮儿啊，扎后边那些呀，哎呀，扎不动啊，哎呀，我操，这他妈黄金圣斗士啊，这个逼呀，九法三个三星，操，别扎安妮儿啊，扎这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，能扎动吗？往后边扎呀。
这把七银口差点意思，说是。